大家午安，真欢喜，阁有遮济诶人来参加咱诶讲习，尤其是少年诶，是安怎？袂使讲老诶无路用啦，老诶有经验诶。我是讲少年的伊要服务啊，较久啦，要为咱台湾的人民的贡献时间较长啦，所以我希望拢请少年的甲通知因来，好、哦、啊，你若转去，恁的朋友。同学，那是少年的在集合，加通知一下，我较兴趣甲少年的沟通啦，啊去遐甲因沟通一下，我愿意花这个时间。大家咧想讲，安那我那安尼讲，因为。我拢伫学校啦，所以因为大家拢第一摆见面嘛，较无遐熟悉。安尼啦，张文燕，恁的课表摕出来，写写张文燕吼，加两字就好。教授阿尚。Google 加迄个做雅虎，拢会找到我啦。哦，张文燕教授啦，所以讲，我希望少年的恁的同学聚会啊，我话加话一个，我会去加少年的沟通啦。若要过了解我较济啊。上四个一人力银行就是世界华人名人小传一个传记啦齁，因为我也在收录在里面啦你个去那一人力银行的话怕张文燕啦要会找到我的专辑，我会为那个读册的经过，甲我所有的简单的经历，甲我斗三工的人，我伫遐拢有写出来。我即那个。这里讲，因为我那是好运啦，因为可比讲，那要先讲爱有三个条件啦。今日一个报道讲，可比咧讲要先讲三个条件。好、哦、三个条件里内底啦，有天分，甲迄个怎啊？迄个好运，过来就是要努力啦。假设年轻人以科比为榜样，安尼来做。我看一定会成功我当然我们不能跟科比现在来比啦我的感觉也是这个现象天分我原则不可能来咱参加咱台湾民政府是安怎来
这都是天分。哦，因为讲较歹听咧，我伫高雄，人叫我去做新会啊，李副总统的新高雄新会的会长。阮太太骂甲要死的，啊，这是事实的啊。那个秘书长邀请，啊，姊妹，这有意义的。当时我要在学校，甲讲啊，无，卖影响我学校的进行啦。你用两字就好啊，张燕。啊，我从头到尾都用张文燕。阮太太讲，伊也来上课，伊也来受训，所以自我的情形甲大家讲，因为这是足正确的，所以唔才讲，那少年人，那可比讲的天分，你家己有无？过来运气啦！要讲运气，我足好运的。我安那好运的？我大学毕业，系主任介绍去上班啦，国立学校呢，去上班，阮迄个学校拢是啥？江西的，较早的校长是干线，管理迄个怎？怎讲？管理局的局长来接校长，伊所用的人拢是江西的人。啊，我因为我叫阮老爸叫学道上。叫阮老母叫较正，伊甲讲昏迷哦，昏迷哦。啊，我什么人？恁大家想讲我什么人？安尼恁都哦，这都我迄个时阵的情形。啊，起码江迄个叫做啊，算讲江西的叫做。迄、那个荣辱来诶，学校里面也来遮，也甲蒋经国伫干线的时诶，偌好咧，啊，调伊来遮来到做校长，啊，底下二十几年拢做校长，我伫伊个所在做一级主管，安尼有好运无？你无好运，哪有可能？校长的同学都在争这位啦，我这位是足好的开啦，甲台大的下处里面钱无较少，这就是好运啦。那柯皮讲的，伊那好运啦，哦，这咱咧可以思想，努力一定爱。希望大家这些少年呢，今天你来上课，咱有这个天分、缘分。啊，拄啊伫遮咧上课，啊，听到我咧讲，因为今天这个报纸看咧，柯P伊所表示的，就是讲，这三个讲天分啦，就是啊，运气啦。过来就是努力啦。伊讲伊八点要选去的是八点，复甲暗时十点才转去，所以我足努力的嘛。起码伊若足努力的呢，七点半都要去开会安尼。啊，你看，是不是咱我甲科比鼓掌一下？
我哪会安尼讲？那要讲吼，科比是咱的，哎呦，做啥？咱的思想甲咱的种族啊，伊要比咱较慢啦。我问大家，当然咱才初级班尔。咱的宗旨是什么？大家唔知知无？知影举手一下。好，安尼好，我因为你都初级班尔啦，好啊，无遐多。我是讲，咱的宗旨先讲给大家知，这就是初科比的模仿我们啦。咱另外一个扛棒足大嘞，遐啥啥？这啦，当时候咱要定这个事，底下咧讨论，迄阵啊，大家咧讨论讲，咱的目标的宗旨伫带。啊，我讲啊，无咱就用为人民设想。啊，伊讲人民吼，足侪人用过啊啦，啊，干脆咱面上讲啊，无用。百姓设想啦，安尼是毋是科比现在在做诶，拢是甲咱共款？安尼，所以咱咧发现着讲，伊拢足清楚，反正足清楚。所以秘书长啊，常常提到说，我们要模仿。欸、他应当也知道我们这些因素，所以我要让大家清楚就是这样。少年呢，你有要跟科比一样吗？如果有，因为你有这个、啊、天分来礼拜这，这是第一步。现在就要运气，看大家的努啊，过来就是努力啊啦。啊，运气啊，有时候会要自己创造。我咧想，哎、欸，迄阵啊，我做老师的时，系主任一定爱副教授以上才发到好做呀、欸。啊，我迄阵啊，我做副教授安尼。哦，因为你先，迄阵啊，江苏要先副教授的时啊，在咧审查会啦。啊，我唔着去碰到这个好运啊，去碰到阮的系主任，都要去美国去啦。啊，甲叫我甲代理啦。我甲办全国的评鉴最优，啊！伊买转来叫我甲代理，我甲办啊！办了后，我的著作啊，伫学校写第一位啦。啊！伊买转来，到尾啊，推荐我啊！无我本土台湾人，阮迄个系主任是后壁啊足惊的呢。习庆中的迄阵啊，伫行政院当副院长，院长行政院院长就是蒋经国，伊个伫内政部的机要秘书来咧做，所以这都是运气。迄个审查案件的时，要先副教授的时讲，张文彦太年轻了啦。我的系主任安怎讲？这个朱立道不是年轻不年轻的嘞。迄阵啊，人家审等审查会通过，通过咱的入门上去的落啊。副教授，
啊，副教授就会使做学术上一级主管。校长的以前的同学呢，我还想要升职开呢，佫一个是那个校长咧做常务主任，还是要升职开咧？歹势因拢无，啊，这我也无去争取啦。咱拢点点啊做，哦，这就是要甲，这就讲好运啦。啊，好运做落来换三个校长，我那要是一级主管。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迄阵啊，就是少年人，你爱把握，啊，你爱努力，啊，所以讲。你爱去做啦，干那想讲写歌稿件啊，迄、那个出版有迄个稿费他领，咱就有法认真写，吼、哦、发表意见，吼、哦、发表迄类，啊写著作，不然讲咱无可能啊嘛，已经国立学校较顶。校长拢还是像空降部队来的，啊，无我都啊，安都安生讲好啦，我一生我差不多较遮尔啦，啊，都做教授退休，迄阵在想讲，哎、欸，要退休，咱人若要死，若爱留名，是毋是安尼？大家有这个想法啦无？爱贡献这个老弟，这个社会。啊，伊总来讲，啊，无安尼啦。啊，做老师，刚退休，安尼了就再见啦。啊，咩啊贡献？伊总来咧想讲，好，写几本啊著作，去到图书馆。安尼那是讲，以后别查我的。资料内底，有诶去图书馆去查，要查到。这就是讲，迄阵那个故乡啦，啊，那个跟秘书长的缘分，足好，六七个咱的同心，啊去，底下甲咱邀请，我认为这足好嘞，所以参与。从开始到现在，希望我已经较年纪较济啊啦。少年的有专业的，拜托一来，这条路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恁已经读啊两枚啊，差不多今仔日都要结束啊。恁家己伫遮会去发现着无？以前所受的教育拢是骗的，拢是骗的，是毋是安尼？伊都无爱互你知啦，安尼较好处理啦。啊，无法度啊，像这个情况，吼、哦，唔只讲。咱足辛苦的，拢家己出钱呢。我迄阵啊，第一开来上课的时啊，做讲师啊，第一期啊做讲师啊来上课啊，秘书长家己去交钱啊，伊也交钱啊。哎、欸、啊，我以前的想法吼，唔是安尼呢，要阁讲讲，哎、欸，我去参加。那个革命实践研究院，免钱啊，底下吃五六天啊，免钱啊，哦，去参加李登辉学校国士班的高阳的开训啊，去他便当传给你吃啊，免钱啊，哎，安奈来台湾民政府啊，做讲师嘞，哎，阿哥。爱交钱呢，恁大家想看嘛？迄阵啊，咱会感觉讲，嗯，安奈安奈吼。但事实上，咱确实行这条路无经费。那么大家来斗三工，
绝对无可能。咱秘书长带头交钱，咱也交钱。这是反正闹什么，迄个拢家己往出钱嘞。我是期间吼，咱为台南坐高铁，啊，搁换计程车来个遮上课了，啊，搁转去，拢家己坐计程车，那讲看到人来，我足感心人。啊，这是要目的是要啥？目的是要甲流氓政府较早自己甲赶出去。啊，希望大家有这个心，安尼有努力，就伊先讲啦。何必讲个啊？啊，伊就先讲个例子嘛。哦，啊，这那是连城人的榜样嘛。哦，啊，这好，大家了解一下吼。啊，好，我准备一挂 PowerPoint 吼，啊，用 PowerPoint。来介绍，吼、哦，啊，就是，足感谢大家来参加。有的人讲啊，我来咧交钱，啊，实际上咱来遮，是毋是大家拢有迄个所得，带一挂新的观念，带一挂好的观念，转去以后要为咱未来的子孙去奉献。安尼是啊，唔是啊？感恩啦、啊！这是啥？咱大家我足希望的嘛吼，这就是咱要甲流氓政府关好闸。我们不是用武力。不用枪，用刀。咱大家拢是革命先行者。咱秘书长甲咱讲，咱无要叫大家举枪、提枪哦，吸甲崩哦，无啦。咱是要用国际法律，要用啊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甲啊。做台湾关系法，吼、哦，再拜托美国加流氓政府，互当个休困。因期待美国实在拢有安排好啦，会使去金门妈祖，那无要去金门妈祖，去平潭岛，拢规划好势啊。这啊，熟悉的代志，我们也祝福，希望今年咱会得看到改变成真。这科批，哦，伊起来无简单啊！咱这股什么？这就跟人讲，咱咧执政的时啊，你只要有这个心呐、啊，他已经选上了，他也未算以前，伊就丢出来这个口号。他希望他当市长的时候，就是啊一个城啊，就是一个城市啦、啊，啊就是一个家庭。他是怎么想？我当市长的时候，我就是把台北市的市民就是看成我的家庭一样，就感动。我看到这张啊，因为台北好朋友讲啊，柯文哲下个月要做春联是这啦，哦。啊，你有要爱无？我讲好啦，感恩啦，我甲摕来拄啊，袂歹。当然还有
一章啦，吼，伊发三章，但是那一章他就是等于是啊，记者一共等。好，没有问题，好。所以吼，所以讲，伊的理想是毋是甲咱的宗旨完全一样？这就是要印证，实际上咱的宗旨两年外前都丢出来了。这事实的，我袂使乌白讲。我本身是教授，因为我讲的话，恁拢会使上网去查。因为我伫研究所咧开课时，我希望我的学生带笔电来上课啦。因为那有要这个要求，莫讲老师讲话嘴甲全破了了。拢讲拢记，你着随查嘛。哦，啊，恁大家要查我的资历，恁也随查嘛。唔是讲，有诶讲是，咱这是有诶，我咧讲吼，我，迄有诶是安尼讲吼，我一个国文的有一个教授吼，伊讲我是国家教授呢。我才回去呢，什么叫做国家教授？哦，原早有诶学校家己请诶教授诶，以前有安尼啦。啊，你伊是为国家教育部审定合格诶教授，有教授证书啦。啊，教授证书都是红的，红牌红诶啦。哦，也有分啦吼。迄个有做啊，迄个讲师是。蓝色啦，啊来啊，副教授是啊，迄个金色啦，啊红色是，像咱迄个红色的，咱迄本迄个红色，迄都是教授证书的皮啦，拢我有编号的呢，啊当然我也足好运，中华民国开办以来，我三千，迄个叫做670号。啊！你看，我迄阵啊几岁？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好运嘛。这好运，咱上论文出去审查，教育部审查了，就落来就通过。好、哦，啊，这希望少年人爱去学习科批。好、哦、啊，咱足清楚啦。足清楚，哦，伊要安尼做，真正台北会不一样，真的会不一样。啊，讲到这吼、哦，我补充一下啦。我提出这个诶，给大家参考是啥？要给大家思考。咱三月。十二要到美国做什么？迄个国际记者会嘛，吼。啊，伊在什么时阵？3月6号的新闻呢？这就是3月5号就去啊呢。3月4号。发布什么？伊讲加辞职嘛吼，辞职了，要去要搁去去台大嘛，台大要何里边啊？遐学生囡仔无爱嘛，吼、哦，暗都无去，暗都无头路啊！你知影吼？哎、欸，金小刀比伊搁较早。辞职无，先搁走去美国去啊！因为咱报纸刊了足紧的，啊，伊也拢知啊，所以政府总先走，啊，搁刷落，
三月初五去，三月初四，伊去要指证啦，指证啦，请指证啦。一天前请指证，第二天去美国去。啊，什么人甲送去啊？这个那个警察总长啦，王卓金啦，这写得足清。啊，伊甲关咧，啊，脚板也关声。看到王卓金遐咧过口，就惊咧啊！敢讲，哎，脚板来留咧看卖咧，会啊袂？安尼大家好看卖。所以吼、哦，看到这吼、哦，我就讲啊，真正咱实在足辛苦，咱足辛苦在做吼、哦，因为出去都是咧搞破坏嘛，咱的活动咧搞完的破坏嘛，啊，这就是给大家思考啦。好、哦，这好台思考啦。好、哦，这都搁好大家看一下呢啊！啊是王卓金，啊，即马王卓金也要死啊呢！大家唔知知无？大家直直咧跳船啊啦，无紧走哦。卡顶下下有代志哦，啊那有代志，因为伊下令执行。打这些学生囡仔，哎，学生囡仔伫遐咧静坐，迄个阿姨咪阿因警察掠咧拍学生囡仔，拍甲受伤，那甲伫对待报名咧，啊，你无紧一个紧选，到尾啊，一定有问题嘛，这就是。真相，德国有做到真相吗？哪有？南非有做到真相吗？哪有？所以，跟咱家二二八事件也无真相。真正啊，跟二二八有什么真相？哪一些官员受到调查、受到谴责，甚至于判刑，拢无啦。柯文哲在二二八事件的时候，用受难家属出来讲话，好啊。那个场面大家不知道有看到吗？要去压手，不要压。啊，再下了后，他的手伸出来了后，到尾马英九去讲话讲煞，再来要再压手，他也不要压。没有真相，没有原谅，这不只是本土台湾人，因为这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啦，吼。好啦，这你看，啊，这都不是我在讲啊。因为他去美国做代表两年，等于是美国那个大使呢，他说在美国代表了两年了，回来做这个啊国安会秘书长了，回来了后跟马英九说什么？
我确定下互我看，讲《大船离港论》啊。什么叫做《大船离港论》？大家思考这个问题。你都足清楚啊，大船离港啊，伊爱先走啊，看啊，迄个就先走啊。哦，啊，这就是伊先走啊嘛。啊，无代志啊，先走美国去安排救生艇啊，啊，佮含会同江宜桦，咱要去开记者会，啊，先两个去啊，凡是带钱过去啊，去。邀请遐个，咱遐个美国遐个外交的重要人物，想要去参加咱的记者会，讲卖啦卖啦，我邀请恁来台湾行一撮啦。有来啊无？有来啦，有来啦，今日来报纸，昨个报纸，昨个电视。咱伊迄个种外等于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召集人，伊啊啊大队来啦，啊有甲柯P见面啦，哦，因遐外交委员会啊，遐人。我七八个来啊，啊去见柯P啦。伊讲咱两个伫遮谈的袂使公开啦，啊拄啊柯P拄啊受访问，伊啊闹一丝啊出来，闹一丝啊拄啊党嘅报，今日报纸报道讲，因想要了解讲柯P啊，算到伊。那也算会到啦，伊要了解这个情形啦，吼、哦。啊，这就是讲安怎讲，你知影？伊唔只啊，唔只安尼讲，柯P唔只安尼讲，柯P讲安怎讲？头拄我讲安尼啊，天分，爱天分，啊，佮爱啥？运气，啊，佮努力，伊才讲到安尼啦。讲伊就是安尼啦，啊，安尼就是啥？伊讲，你选举的时啊，不怕流血啦。伊安那，伊就有当时啊讲唔对，啊，就讲哦，啊，大家都甲指责啊。伊讲不怕流血，伊讲哦，要游得比鲨鱼更快啦。安尼大家唔知听有无？因为你伫水底啊流血，鲨鱼闻到这个血啊，伊就撞来呢。啊，你诶，就爱比收较紧啦。啊，你鲨鱼就诶食袂着啊。所以吼、哦，伊我足聪明啊，拢用这个比喻啊来咧解释啊，足啊。迄、那个有种切切的吼，啊，这就是啊，要甲大家讲吼，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形啦。后来啊，咱过来，这个什么人？这个那是国民党的迄、那个迄、那個、老党员啦，啊，就是。立法委员做足久啊啦，啊，这拢也是国防部的，这拢军方的人啦吼。啊，伊讲吼，政府从先跳船去帮忙安排救生艇，不幸是健康的因素啦，啊，这是事实啦。哦，啊，这我好大家了解啊吼，啊，因为。来家上课，啊，那爱去了解目前的现实状况的情形。哦，这啦足重要嘞。
我要来问大家，咱来这读啊，第一，战争法有两个铁则啦。第一个，占领了嘛？占领不能移转，流亡不能安嘛？就地合法。所以，足奇怪啊！美国安怎讲？这是美国东亚驻军，叫做罗氏啊，罗氏啊，伊讲2015年是台湾的重要政治年，啊，你来分析看卖，那安尼讲，想看卖咧，啊，甲前头啊，头啊，这两张的情形，大家想看卖，是毋是拢咧跳船咧走啊？阿伯啊，江宜焕啊，搁转来，你行政院，你命令拍这学生囡仔，你敢无代志？哦，这就是这个例子，予大家清楚。啊，这是毋是大家？因为这个土地，台湾这块土地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下来的，只叫蒋介石来接收。啊，接收了后，爱成立一个民政府，因爱离开啊，无走啊，都孙立人事件。大家唔知知无？知影亚洲这里，好、哦、孙立人事件啊，两个人知影尔，足少人知。孙立人事件是安怎发生诶？因为他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带金一级棒，带金一流的。大部分都打胜仗，那个叫做咱第七舰队，那个总司令那时候啊，在战时的时候是啊，战时啊，给邀请去第七舰队，甲讲蒋介石啊。不稳了啦，可能会被中共所取代啊，所以才要叫伊啊，啊，孙立人来接管台湾啦。因为迄阵安怎你知道？蒋中正来遐拢是安怎？贪污啦，大家来做大官，看鱼的，看免钱的，啊，有的哦，去买一个迄、那个水道头，就倒伫边个，甲水道甲存落，那会无水？去到五金行咧花啦，吼、哦！啊，类似安尼吼，伊、哦、就讲啊，安尼，就摆咧要甲官代理啊，要甲蒋经国这边的高官，甲伊个菲律宾。美国拢甲菲律宾讲好啊！孙立人足忠个啊，讲去走去甲蒋介石报告啦。哦，因为伊麦克阿帅甲见面了后，啊，伊去报告蒋介石啦。啊，蒋介石才惊着啊，才甲软禁。伊边啊遐个人甲创一个讲回敌。哦，啊，这是啥？这就是讲，咱咧咧讲，最近唔是讲话一个回答，到尾无代志啊。
有啊无？诶，案件啊，章程你也无，吼、哦，类似安尼啦，吼、哦，我咧讲安，都要互你有代志，就甲你放一个名，互你好类似，咱讲到别个讲遐远去，所以。美国要叫他来接管台湾啊，蒋中正带来的这些官员都在那边贪污啦，啊，所以说要请他来管啦，啊，所以他足中的就是伊去甲讲，吓惊着，啊，你若无中就掠变掉去啊，安尼唔太清楚无，啊，所以讲无。无死啦！啊，让伊到遐台中模范新村底下咧乱进啦！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吼，这就是这个现象啊。因安怎这个现象？台湾不是任何人，因为照战争法、国际法跟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关系法。台湾还是美国只要占领全国这块土地就是日本天皇所有，这个不能否认。是怎么说？4月1号是什么日？啊，敢有影？专骗的，那时候创造一个节日吼，互咱讲，互咱想讲啊，伊迄句歹讲呢，敢若讲，甲你讲愚人节呢，尾下迄歹讲了呢，尾下迄是啥？1945年4月1号，日本在台湾实施明治宪法，因为台湾已经成为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完成啊，跟咱家讲啊，4月1号拢过啦，是不是安尼？伊讲一半尔呢，我阁最近我真侪讲一半，我阁讲一个例子给恁。迄个什么？迄个连战。郝柏村讲柯文哲，你是黄民啊，讲一半啦。台北市是我们流亡政府的首都，你没有资格来选台北首都的市长啦，你不是啦。安尼在唔在听有无？迄半。唔敢讲落去啦，讲落啊，咱这个论述才正确个啊！啊，伊唔敢讲落去啊，讲一半讲你是黄民啦。迄个陈水扁，连战哪讲？你是窃占中华民国。饕餮，你都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你哪会来跟阮选总统？你去甲饕餮中华民国的总统，拢讲一半，安尼大家有清楚无？拢讲一半，啊，就是，佮讲了伊就闹鬼啊，系啊。啊，这就是这个情况啊！啊，伊才讲甲足清楚，伊哪会要出来讲？我阁讲四月份，迄、那个安倍晋三，日本安倍晋三要去拜访奥巴马，啊，要去谈啥？要谈这啦。安尼唔知大家有清楚无？拭目以待，啊，拭目以待，咱应该今年拢看得到。
所以要甲大家讲，希望这些少年呢，交一挂好朋友。那有要讲这些代志，我愿意来参加，搁讲者互因知影的，较清楚。和因这些少年呢，有专业的，我搭上我们这一班的啊，迄、那个叫做火车啦，去搭着这班火车。安尼好唔好？好。啊，这样足奇怪嘛吼！啊，到国防部在总统府接受堂啊，都好好，那也要刷下去。啊，你唔走都袂使，先刷较安全。阿拜的聘两个总，两个政府啊，一个是流亡政府，一个是台湾民政府，啊，先刷一个。好啦，大家去思考吼。啊，这我拢有证据予人看吼，唔是我胡白讲吼。这那是大船离港论，啊，唔是我编的啦。刚回国的啊。啊，金溥聪对马提出大船离港论，阿公是要航向何方？平潭岛啦，台北港都通啊，台中港也通啊，无金门马祖啦，这个是他的啦。所以讲话拢爱有政治啦，所以唔只讲大家爱学。电脑啊，少年的拢较敖，拢会去查这些资讯。安尼有清楚无？安尼逻辑甲倒倒起来都足正确的嘛。啊，当然。我这里就是要讲，就是实际上，中国我足清楚啊，高层的拢足清楚，因为安那高层的足清楚，习近平伊迄阵啊做副主席的时啊，副总书记的时啊，都去副总书记的时都去访问美国。美国有甲讲啊，讲台湾就是日本天皇的，啊，伊呐足清楚，确定啊，伊去拜访日本天皇，要用战争你提袂起来，那要用灭的有可能，所以伊这就是咧玩阴的，想要用灭，安怎灭？伊啊，伫联合国啊。用携带这个宣传的情形讲啊，有权利来收回这个台湾朋友，要给这些小朋友错误的观念。所谓小朋友，安尼大家知无？迄个国家比较小的那些，起码联合国有140几个啊嘛，190几啊嘛吼，遐济啦，啊都拢很小啦。伊讲恁大家来，大家互恁知影这个状况吼，啊，互恁知影，啊，知影了后，阿伯啊，我若提议恁大家同意甲登一票，我去甲恁的所在起一条高速铁路，啊，甲你起一条高速公路，啊，这些小朋友敢袂无要登因啊？啊，台湾甲我也无关的，期待啊。是不是安尼？这都原因的嘛。事先要给这些小朋友了解，讲啊，台湾是中国的，啊，都好啊。啊，伊就讲
叫咱甲转因啊，咱就甲转一个因啊。啊，因个国家有一条高速公路，也是要甲起一个机场给因。迄中国定定咧做遮个代志嘛，迄就变用买个嘛，啊，等于有这个现象嘛，啊，所以有这个情况。头拄啊，就是这个啦。即嘛相片嘛，啊，头拄啊，迄个无相片，裸素啦，吼、哦。讲罕见吼、哦，罕见要给台湾数字。啊，伊讲2015年是台湾重要的政治年，啊，甲这有蛮有关系呢。啊，当然这个是报纸是4月5号啦，咱家也4月5号。伊个报纸拢会阁办一工嘛，吼、哦，啊，阁刷落美国阁办人安怎一工嘛，啊，所以事实上啊，太阳花是3月30发生，美国惊着呢，吼、哦，啊，那遐济人，所以这个赶紧来讲。伊咪系太阳花啦，讲要宣布讲台湾独立吼，啊，他搞到莫咧笑话你啦，赶紧出来讲，所以讲罕见吼，要互恁自治啦，啊，这个自治是啥？是这个自治啦 ，autonomy 啦，吼、哦，这就是讲上面有人，上面有谁？日本天皇的土地了，哦，啊，一个台大的经济学的教授，啊，都有机会拄到，加问，讲啊，恁刷落以后要安怎处理？我甲讲，伊这讲甲足清楚啊，就是。吉利哈、哦、跟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同款，它是英国的什么联邦啦，的邦联啦，啊，国协啦，咱是大日本啊，等于国协来的一个成员啦，大日本政府哦，我们不是日本政府哈、哦，大日本天皇下的。一个台湾啊、哦、这就是咱未来，所以咱大家要有这个了解，咱本身现在是日本的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我就自力跟大家讲啊，我要再讲一个呢。我一个很好的住在台中的杨教授、啊、我如果去台中他都会出来跟我载跟我服务、啊、他、哦、说丁教授、啊、你现在是在变什么怎么变那些变那些有空没算的、啊、他们两个公公婆都在领18%呢过了我很好洗啊，啊我操，我的学长一定比我比较社会啊，啊，即马拿来领18%咧过孙，我很好洗啊，啊，拢在问我变啥，伊讲你不要背足啦，哦，我听一个，无啥爽快，我是讲好啦，我背足吼，我来查看卖咧。咱迄、那个、迄、那个叫做以前，咱祖先死去拢土葬、土葬嘛吼，啊，起码拢清起来嘛，拢捡金去迄个叫做啊，公所的迄个塔内底嘛吼，我去甲看看咧，有啊，两个黄金阿妈写唐三祖，两个哦，我几个吼，十个吼。诶、欸，
啊，怎么没有唐山吗？如果都是唐山来的，应当要有唐山吗？是不是这样？啊，不唐山吗？我也在怀疑啊。哎，我顶一个礼拜，我请假去做啥？无顾坐大位啦。什么叫做无顾坐大位？这都是平埔族的惯例啦。哎，马开燕，林玛丽的 DNA 血液检查，咱家大部分80%-90%拢是平埔族的后裔啦，无一个讲是 DNA 查了就知影。啊，这就是我个人的因素啊。伊甲我讲我八族，我讲我就是无顾这大位啊，我去足一摆啊，吼、哦、啊！阮老母过身，啊，阮大兄爱去叫阮阿姑来呢，来才会使封顶呢。啊，这唔知大家知影无？所以大家若讲你这个辈族，讲咱的祖先是中国来的，啊你！你祖先伫中国遐有咧无顾坐大位无？去甲问看卖，无啦。啊，安尼所以讲，大家爱甲大家讲吼，这是100%正确的。咱迄阵啊，遐可能阮遐祖先玩罗汉卡，啊，就是我走来台湾，啊，就是看到平埔族的小姐啊，就入赘啦，入赘啦。足以前足时行的对无？啊，就这就是事实啦。啊，袂使讲这唔是事实啦。啊，这吼我简单讲一个例，予大家知影啦吼。因为是这个，咱要讲一个例，予知影吼。上简单，中国咱敢一个大窟窿哩，咱台湾咱敢一个小窟窿哩，下骹那个炮通，流坑个炮通，啊，但系小窟窿会流去大窟窿去，还是大窟窿流来小窟窿去？啊？一定是小窟窿流去。大窟去嘛，伊个大窟啦开较深嘛，细窟啦一定较浅嘛，啊较无啥物水嘛，啊水甲拍一个通，伊都流流过去啊。啊，这就是啥？免讲安怎啦，这就是咱去思考这个问题。迄、那个蒋中正还未开放的时，咱不是释小龙的第一，是不是？大家足打拼的，足认真的。啊，哪会开放了后，甲你翻过去了后，下台湾最直直死落去。啊，因那边是怎？直直最下直直弯起来。啊，是安怎？啊，这就简单，举这来想就好啊。所以大家爱足清楚。啊，有人甲咱问吼，恁即马推行的一些政，咱哪有遐侪钱？从大学从幼稚园到大学，拢国家啊，健保拢是国家支付。
咱是要弃中啊，把这个中国的迄个弃掉，该于这个不好的政策弃掉，我们要学习欧洲了，把德国的制度甲提来。读册免钱啊，咱的咱足侪留学生，咱足侪留学生拢安怎？拢走去德国去，咱迄阵也唔知影呢。到尾讲，德国读册免钱的呢，你外国学生若走遐读也免钱呢。啊，所以一寡较善的，啊，就知影这拢也走德国去读去。美国，你若无奖学金啊，别去啊，他敢莫咧烧呢？因为美国内底本身，伊家己要读哈佛大学，那是爱我美国的朋友讲，伊卖一间厝好，囝去读哈佛大学呢。哦，以后我会安尼学习欧洲，把中国的不好的都把它取消啊，欧洲。好的政策我们会拿来用啊，我说啊，咱要钱要从哪里来？秘书长有跟大家说，普罗尼哥他要交税吗？没嘛，要买武器哦，要做兵哦，不用啦，咱这些都不用，咱就有钱在哪里？哦，这就是要让大家了解这个情形啦，吼。咱过来看，这个足重要哩，因为这个安倍晋三，安倍晋三，我头都有讲四位嘛，吼。四月，啊，伊也足清楚，伊迄阵啊，伊这是回国的首相呢。早期啊，美国有咧甲咱联络，问咱秘书长，讲日本政坛哪一个人跟你们关系比较好？秘书长讲，那甲台湾关系较好诶，这个啦，啊，搁这个啦，迄、那个大阪知事啦，大阪迄、那个做，迄、那个做啊，都市吼，啊，关系较，啊，但是迄个较老啦，啊，美国怎啊选这个？搁支持伊呢？啊，支持伊，伊即马。第二任算到，佮即马，伊佮食好当药啊，因为足济遐众议员啊，70%袂接受伊个叫做集体自卫权，要把它解散，要改为国军啊。伊讲恁拢无咧听，安尼好，恁也拢反对。伊袂使违宪嘛？伊即摆用行政命令加执行，啊，行政命令执行以后，讲安尼违宪，讲安尼好，把国会安怎解散呢？迄有好大无好大？那无美国的靠，唔敢做了。日元一直贬值呢，咱大家想看卖。咱大家用头脑想看卖，迄阵啊，美国甲咱逼，逼讲台币一定要升值，有啊无？直直逼，直直逼呢？咱啊，甲二十几块嘛，25块哇，会记得未？直直逼呢？
伊那伊那认为咱孙子啊好，伊就啊，伊就讲好；伊那孙子歹，啊，你就叫你贬值。啊，日本拢直直贬值呢。哎，贬值要何啥？要何伊较好做呀？较有钱呀？啊，内底较希望伊啊，所以伊个把国会解散，把迄个怎总众议院解散，佮定算，即马有把握要恢复民治宪法，所以伊恢复了后，伊就要去带，要去甲天皇见面，这是代志，咱大家后去看到，后去了解到。咱过来，这日本，咱台湾受攻击一定安嘛？因为把他的自卫队啊，这队是人攻来，咱方打到才反抗的，干那保卫尔呢？这伊呢，把这个自卫队取消了后，啊那。台湾受到攻击的话，伊就会使派兵来啊，啊，这那是百分之百正确。哦，啊，这大家足清楚嘛吼、哦，应该江苏我大家看过嘛吼、哦，有看到无？这都爱加迄个上网去查，把它去登录。这个网站哈、哦，全国法规要，咱要找什么？你怎找一下做法规迄、那个会主的啦，哦，法规会主的啦，哦，中华民国这个法规条例哈、哦，这个会主的命令啦。这有老要欣赏的吼、哦，都翕者啊，这等去查，哦，安尼较会记哩，哦，哦，啊，加翕者啊，内底吼，即马有啦，我那第一张台翕好啊，我即马就讲第二张，足济嘞啦，啊，搁有啦，三四张啦。啊，所以讲，这大家你无来上课，敢会知？啊，唔知嘛，对无？啊，这就是人讲啊，你是啊，迄个啥台巴子，就是安尼啊，啥物拢唔知啊。后来，咱要过换张啊吼，我拿翕好啊，咱就要过来换张啊，来过换张。足济嘞啦，会使直直翕啦。哦，啊那来过翕好啊，咱个过来换张。好，来，咱过来换张。年轻朋友哈、哦，翕翕的登来去吼，同学啊上网去吼同学看，安尼伊唔在靠信心。好，过来，咱过来。啊，过来。好来，
咱讲大船离港论要航向何方？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安尼有给大家一个地理观念。这个是实在新德上近啦，哦，新德上近啦。啊，安怎新德上近？这吼、哦，为台北去三点钟的船啦，为台中去完头三点钟的船啦，三点外钟啦。啊，来，咱来确定啊吼，是安怎这个所在嘞？美国要做代志啊，拢有安排好势啦。伊一定甲中国讲个好，啊，中国讲好，因为一发已经。签合同啊，国共已经不是对立了，已经和谈了，你们这些人回去没有关系了，啊，美国就跟他谈。如果台湾这些的人有差不多200万人不接受台湾的事实，因为台湾是日本天皇所有。他说不接受，那他们要回归中国，要多一个所在，互因安身立命。甲中国讲，中国讲啊，这甲阮无关系。讲好，你讲无关系。假设200万人，我若走去啊四川。我走去啊，东北；我走去云南，走去贵州啊，走去江西。遮个人，200万人拢走去，当时甲你起革命，中国会惊未？恁大家想看卖，你若是中国的领导人，你要叫伊台湾人。拢来带到遮，伊较好控制啦。你若伫遮咧起革命，遮甲炸掉就好啊嘛。你伫海外都来炸，啊！你若200万人走去中国啊，遐济省遐咧动乱，遐动乱，遐动乱，伊都头壳冒咧烧，是毋是安尼？当然，伊甲平坦。创个好事，啊！恁都来遐，乖乖都遐，带票还用你啊？你塞车去还塞了？医生我也塞来遮职业啊！你啊，会计师我也塞到遮职，拢照常。这就是美国，行，因为美国跟咱讲要和平转移了。不要有动乱，所以伊拢安排好势啊，要去食。啊，即嘛要看，要放一挂影片予大家看，为可能会看无看到。咱来，咱即嘛来放这个啊，平潭岛的迄、那个伊讲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啦，啊，这个啊。这个情形，让大家了解一下，来，咱拜托。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好，现在很多人、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他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00-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
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利纳轮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不过说他寄出年薪2-3百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路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勤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是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综合报道。好，咱今麦哈，啊，过来看祸害台湾的平潭的代志。好，咱啊。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陷，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这个所在我要补充一下吼，我本身现在我是仲裁人，仲裁人大家唔知道了解未？仲裁人呐、那较简单讲是民间法官呐、因为。民间的法官啦吼，较简单讲啦吼，因为差不多4年前左右啊，中华民国的仲裁协会加北京的仲裁协会啊，有一个活动，
我有体解，我有过去，我去啊！啊，暗到要结束啊，有一个 Q&A 嘛，啊，我举手甲问，讲为什么台商伫中国打官司拢是判输，拢输啦？伊安怎讲呢？违背中国政策的判处，啊，恁大家去想，啊，什么叫做违背中国政策？啊，有的讲啊，恁等为什么不提早来谈？啊，有的讲提前来谈，哎啦，类似安尼啦，有的甲我讲讲，嗯，在中国，我一个亲戚吼，伊讲。你若在中国，我打过官司呢。伊讲伊有赢呢，我讲何地有赢哦？伊个到尾安怎讲呢？讲到钱摕比人比较济都赢啦，但是哎，哦啊，这都无法度啊！你甲讲伊有赢，啊，我甲讲一个，我甲讲哦，那是伫现在啊，你伫中国咧赚钱啊，赶紧赚的钱啊！办法紧回回回来，啊！若到时有代志，你选择紧回来较安全。有影，有影吼，就很明显的例子嘛。让新冠哟，新冠去北京，那去用假去啊，买个百货啦。哎呀，大家敢唔知影这件代志？啊，这都是啥？这是拢事实啦。啊，这确实是安尼啊。哦啊，予大家会了解啦吼。啊，我讲一个，这予大家清楚。哎，看到这个照片，大家都是要甲大家讲太阳花的时阵啦。这个教授是辅大的美国啊。等于是客座教授了。欸，太阳花人走入去，圣情真宴啊呢，伊也锁入去啦，锁入去，我甲人拖遐来开咧看，讲我遐夹一本啥，夹一本，这是伊在甲翕一个相，伊个国文也袂歹，佮看有啊。这下大家清楚哦。即讲，亲爱的这些同仁呐，吼，每天呐、啊、要看这个行政院一点通啦，最少要点五十摆啦。啊，但上班的造假啦。咱遐是高级公务人员哦，行政院是高级公务人员哦，提咱的薪水，啊，底下咧试一个，试一个，试一个，哎，试五十个啦，啊，若有试的，就甲勾一下，无试的讲啊，他休假，这个无来啦，休假啦。是不是骗很大？实在，这有证据。行政院唔敢出声啦，这实在吼、哦，按交税金吼、哦，就完了。好啦，快紧，咱都迄个讲，这白色恐怖啊，快讲啊啦吼，啊，这个入侵这种猜测啊啦，这大家，我即马要讲一个，回头来吼讲，李登辉吼，前总统，伊讲干脆。我把台湾省废掉，就台湾，
共和国啊嘛，就是无这个姓啊，就是国啊嘛。啊，美国讲啥？讲袂使哩呢？起码要台湾省政府呢？有啊无？起码这个台湾省政府都要八家同事。以前是做能力的新的市长林振泽，林振泽跟我同事过，因为他是一个大学的董事，啊，我若是退休了后，哦，啊，佫去一个大学甲私立学校甲请董事，啊，我去遐搞完成改大，哦，类似安尼，所以我们叫甲林振泽同事过。啊，这个就是现在我有台湾省政府省主席，啊，有遐有一个咨议会，要议员呢。我几十个在那里领薪水呢，只领薪水而已呢，啊，到我可以在那个中青青春那里在那里休息呢，啊，所以说很多的啦，很多的事情大家不知道啦，是啦，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又说就回来，啊，拼啊那足认真足拼啊！讲阿无我来参加联合国，写甲寄去呢。潘希文，联合国秘书长，伊全甲推荐啦，连开都无开，全甲推倒转来。啊，伊那足纳闷啊，连开都无甲开，因为要参加联合国爱有四个条件，这毋知大家知无？第一，就要有领土。领土，咱即卖是虾米人诶？日本天皇诶哦，卖讲日本吼，啊，日本天皇诶，哦，毋是日本政府诶吼，日本天皇诶，咱无领土，咱有人民啊无？大家身份证摕起来拢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大家提起来看卖，是不是拢是国民呢？恁也拢唔是公民呢？唔是公民呢？哎，你迄个就是你公民，就是你只有居留权呐。讲较歹听，你只有居留权呐。安尼啦，讲较简单是安尼啦。啊！那拘留权你就袂使去选举哩嘛，不能去选举。伊讲啊，无要紧啦，要予世界上制造他是合法的政府，我们都是这边的住民出来选举的。啊，唔只柯皮咧选的是郝柏村说。你们是皇民，实在上恁都袂使来选呢，选阮这个做啥？啊，流亡政府首都的市长，啊，你出来来选，啊，这就是安尼讲啊。啊，咱迄张身份证，你甲摕出来看下，国民呢？内底后壁变个红做记号，大家知无？对无？变起来，大家起来摕出来变起来。你母亲的所在吼，面顶遐也有迄个湖水的数字呢。提来看，这是美国甲咱讲的啊，无咱哪会知？迄警察单位都唔知影啦。提起来看，实际上是安尼。无啦。面顶啦，迄无字的啦，变轨，所以后面你的母亲的地方，母亲啊，有无？母亲的啊，
拢去用做暗号啦。好，安尼过来，好来，好，大家看了好来，我阁刷落吼。啊，我阁刷落。即马阿边个讲，嗯，啊，都赶退进啊，啊，咱啊无土地啊，无人民，啊，阁有一个啥，是毋是国家？国家是咱世界无承认的啊，毋是国家，流亡政府啊。过来有没有跟人家订那个外交钱？有啊，弄小朋友二十几个小朋友啊。那是安怎跟人订的呢？伊敢有用台湾共和国跟人订？有啊无？拢是安怎中华民国跟人订的？啊，中华民国都唔是国家，你跟人订迄有啥物路用？所以咱无可能进入联合国，甲你退惊。过来，阿扁啊讲好啦，你甲我退惊，我带伫遮个人来公投，公投就好啊嘛。伊个想法，秘书长第一天有甲你有甲咱讲无？你们住在国宾饭店，如果住五六十年，遐个大遐个人讲啊，咱即马来。投票，国宾是咱的，会使哩，袂使哩，袂使哩啊！你都无迄个土地所有权，那讲是恁，干呐要用公投？阿边啊讲，美国来讲袂使哩，到尾美国甲讲哈，啊，你是麻烦制造者，有啊无？讲 troublemaker， 麻烦制造者，啊，这都实在啊。所以就是安那呢，美国要甲咱这个代志要砍一百年，那遐拄好咱秘书长，他有那个天分，他有那个天分，过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高等法院的判决。诶，这一案总共有五点，咱来学习一下好唔好？第一点是啥物？大家画出来者。哦，对，台湾人没有国籍。第二点，台湾啊是世界上不承认的国家啦。哦，世界上无承认的，你的政府啦。第二点，啊，过来看第三点，咱来复习嘛，咱最后一堂课啊嘛吼。啊，第三点是啥？第三点啊，较复杂啦，大家有较无？第三点就是讲，在台湾这住在里面的本土台湾人。还受到这个政治的炼狱，这样你清楚不？什么叫做政治炼狱？就是拢叫咱去选举嘛，叫大家来选举，你就来当因啊，好啊好，好来选的人啊，干嘛同好你分一票三十块好你，哦，啊大家都要收钱算啊嘛，啊伊就去叫人来投票啊嘛，啊好。他的合法性的延续啦，要甲世界讲，这个投票的70%，这个人民拢支持啊。啊，阮就是人民赞赏的政府啊，是咧延长他们的寿命。所以美国甲咱讲，咱还受到这个政治的炼狱，这个还没有打破。美国来串一个呢，哈？选举在方选呢，人家登一票，伊摕30块去；政党票摕50块去。啊，够这50块是啥？按年
编制预算补贴这个政党的活动呢？啊，就是咱咧风声唔知啊，怣怣啊！你家己算啊，互你合法性哦，政府啊，大家来算哦，啊，大家哦，再分甘仔糖互恁哦，啊，再参选的，啊，大家拢食到甜，来咧。出来红蒜的遐拢食到甜，伊敢要放？绝对唔放嘛！小英去美国，第一届要选的时，甲咱联络的官员，甲小英讲：“你回来就去找台湾民政府谈判。”叫甲咱讲，秘书长接到通知。说好，我哪会知？秘书长跟他说，你那一天就要时间排起来哦。我说好，那一天把事情移开，排起来。他们要派六个来，我们这边派六个，邀请他来我们中央，咱要请伊吃饭啦。伊讲啊，恁来阮。台北啊，阮请你食饭，秘书长讲唔爱，你来，我要给因看咱的场面这里啦，叫伊来啦，好啊，拢好啊，到拜六的时，拜二要见面，拜六的时，讲安怎呢？讲，拍摄吼，党国迄个啥，迄个台独大佬反对了。但阿弥陀佛，台独大佬了，反对了。啊，当然也无讲多一个呀。啊，足越南的有一个啦。我若去碰到伊，我就会想要甲问一个。迄个。有的人吼，我甲大家讲吼，咱要讲话拢爱有根据啦。有一个我牧师哦，伫台中吼，按着咱以前拢每个周都有演讲，啊演讲煞，啊阮就落来去碰到迄个牧师，我甲讲。讲台北吼，伫长老教会演讲啊，讲听说有人说我们是诈骗集团啊，啊，我甲讲，我落来，我去做秘书长伫咧，但是我落来是甲讲，我甲讲。什么人讲的？伊讲听说了，我就来讲，那听说就是你说的。啊，到尾有一个才讲出来，一个边啊，迄个我，迄个什么人你知道？迄个新罗医院的院长。我咱的同心啦，庄明雄，伊才讲出来，讲姚嘉文啦，所以秘书长讲，啊那有机会拄到问姚嘉文讲，台湾民政府跟他诈了多少钱？这就是安尼啊！啊，我这讲出来拢有根据，也有事实，时间、地点拢有。所以有的人，我从中在挑拨吼，从咱迄个牧师，我高级班什么拢受尽过啊，我算是蛮虔诚啊，来家甲大家同款安尼啊。
啊，回去呢，啊讲听说啦，讲用听说，啊，毋着拄到我甲爸爸讲，那听说都是你讲的。哦，啊，都姚嘉文啊，啊，姚嘉文因迄拢蛮有好康的啊。当然，他哪里会？因咧想法讲，哎，我们拼到要死的，啊，搁一寡遐、遐伫美国转来遐讲，遐咱较早吼，以前吼，有一个郑志才，我哪里上过？大家唔知知无？去上去看咱的历史的遐。他有三年前啊，三年外前，要四年前，遐郑志才，郑志才什么人？大家唔知知无？去帮亚青，要去帮迄个要做啥？蒋经国，迄两个呢，来中一个来咱家上课呢。伊安怎甲咱讲？伊讲啊，遐个代志卖讲啊啦。伊讲。台独这些大佬在面顶，这些人知影迄天要出代志，遐个头头拢走的味啦。那一天不出现了，安尼你唔知影意思无？安尼你知影意思无？因遐个讲台独大佬的头头啊。因唔爱去办这代志，讲我不在现场，啊，较免去查我去，搁去拍卡床。那一天一会出事，那一天因拢无出面。啊，因即马转来伫台湾，伊即马转来伫台湾，讲啊，甲曾志才讲啊，迄以前个代志拢卖讲去啊。所以，足明显嘞，大家足自私嘞。叫别人去死，家己无好康的啦，有好康的讲，因来报。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咱足艰苦，大家拢尽心尽力，家己出钱出来来做这个代志，干那希望讲有一天。改变成真，和咱的子孙过较好过，安尼尔，无虾米。大家爱有存着这个心，吼、哦，咱家拢是革命先行者，无要叫大家拿枪拿枪去帮这个啊流亡政府甲赶走，依照法律。请美国，你叫伊来接收，你就爱想办法，你甲关好，安尼尔，无虾米情形啊，都、就是按照啊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加台湾关系法，哦，啊加啊，咱所。人权啊，公约啊，加拜托，甲请好走。天佑台湾！2015年，罗氏在讲，佮重复一摆，美国东亚助理国务卿说，2005年是台湾重要的。政治联一定会实现啊，一定会实现啊！起码都看安倍晋三四月去甲奥巴马安那讲，条件谈的好些无？我咧想用琉球的模式，甲咱台湾或者不来处理。这些少年呢，爱加强日本，因为阮差不多换几年啊，都差不多再见去啊。所以责任拢爱落在你的身上，年轻人的身上。
有的妈妈或是爸爸要告诉你的孩子赶快加强日文，这个是国际现实，让比人家知道你要先做准备。您刚才发现的讲，最近日本的厂商都来在广告了呢，有发现到吗？有感觉到吗？你去想看看，哪会安呢？日本因为以前不知道，咱去四年拢压这个机啊，入去天皇遐去呢。因去啊咧压甲天皇，以前四年前拢这个机啊入去尔咧，即卖咱也去拢压安尼入去呢。因遐个人较巧个人，拢知啊，台湾就是日本天皇所有。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用战争没有办法改变，只有买卖才可以改变。啊，中国有在孝心吗？无，有哦。我来，我来找一个，一个PowerPoint 给你们看看有在孝心吗？应该哎呀，那个没看到哈。我安尼啦，拜托咱的同心哈，找一个习近平，去从那副那个总书记去访天皇的是那张照片。给大家参考一下，习近平，因为不爱黑白说，因为这就是有这个现象，有时间地点，咱哪会知？秘书长讲美国甲讲的，咱唔才会知。咱来找，可能伫高级班的吧，高级班应该有吧。这张啦，内底有啦，我变提不来遮。2009年，伊去访问美国的时候，美国甲讲，讲你转来啊，顺耍过日本啊，去看天皇。伊甲日本的时啊，叫因外务省的外交部安排啦，外交部。甲习近平讲，伊只人只富个尔，甲讲啥？要见阮天皇半年都爱拜安尼。那讲你今日要见就是要见，歹势，无甲安排。伊怎佫靠美国？因为美国讲你去日本顺耍去了解这个代志，去看天皇这里。伊靠日本，靠美国，美国才安排啦。安排了后，就这个时间，吼，怎去见天皇？习近平甲天皇讲，中国即卖经济较好过啊，伊想要用钱来买台湾朋友，伊讲阿西小台，钱买咧都
解决了啦。啊，平和啊，迄、那个天皇安怎个回答呢？啊，足歹势，阮祖先甲子嘛，阮都无咧卖物件个啦。哦，啊，所以二十分钟就解决了。我都搁谈落去啊！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甲大家讲，这是实际上用钱买卖签合约，那跟美国去买阿拉斯加同款啊！伊那是去甲苏联买啊，啊签一个啊都。啊，就来啊！啊，苏联里面阿拉斯加以前是冰天雪地那路用，那现在到尾讲哇，石油遐侪底下，哦，类似安尼啦吼，即予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啦吼。啊，因安怎？哦，大家有要搁翕啊？来，我刷者，予你翕者，老尾翕袂翕者。啊、来，咱即马要看这个吼，中共我足清楚啊。以前朱镕基的时啊，好镜头电棍头某呢，讲台湾是不可我们分割的领土。好安尼，你要选啊总统，我要打飞弹给你们，有啊无？足凶的嘛吼。啊，伊即马安怎呢？温家宝现在在这里说什么你知道说改变了说他们是核心利益了转变了就是这个核心利益了所以他们还会说、啊、台湾就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哦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我们一课啊，以后那过几班的可能有咱再过来补充吼、哦。啊，要拜托两件代志啦。咱来遮受训，家己有感觉有所得啊，无有收入啊，无。有。那有吼、哦，拜托两件代志，吼、哦，第一件。叫少年的靠专业来受训，咱欠足济专业人，阿伯啊，咱要来领导咱的政府。第二，拢来办身份证啦，身份证迄无，迄、那个影片无妨大家看吼。啊，无要紧，高级班再来好看迄个身份证，咱迄、那个啊，这个台湾政府身份证，迄是。正港的美国发行的，咱今仔日到这，感谢大家啊，感恩，谢谢。